是为了看你这张脸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客人摸你一下怎么了？现在把他们仨放了，委托书你爱签不签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两句话，还是得麻烦你把这个委托书签一下。你爱人可能罪不至死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你就不关心你的那一半是多少钱吗？我挂电话了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合作伙伴了。我觉得这个乔二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，他失去的越多，执念就越重。我认为朱红并没有死。我问你啊，肖律师是你招来的吗？他自己投的简历。怎么了？错别掉了吗？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，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详尽的背调的。当时你出事了，好像真没来得及。他有问题吗？我就想搞清楚，到底是你聪明呢，还是我运气好，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搭档。是这样的，关于您儿子那案子的死刑复核，我想向您提个请求。法院都判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况且我们家也实在没有钱请律师了。是，这个我理解。这次我跟他的代理呢，不收费的。您方便进去说吗？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歇歇吧。这先当表又押车，借来的车也给押出去了。我看你这块赎回来的表没过多久也得当出去。照这么下去，很快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穷光蛋。而光呢，还真就是字面意思。穷归穷，也不耽误咱们吃饭庆祝。照这架势，估计也是吃不上什么好的了。